魔兽世界怀旧服开服，人多到什么程度，试炼谷的小野猪走不出两步。老规矩，先评论后看文，游戏开黑准超神。魔兽世界堪称游戏界的经典，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多少个部落和联盟的热血青年在这游戏里驰骋。魔兽15年顺势推出了经典怀旧服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一直守到了27日零点，只为了能在第一时间重温经典重回。2006年回到艾泽拉斯最初的时光，人多到什么程度，有网友表示心疼今天怀旧服是炼骨的小野猪，就没见着哪只小野猪能撒开蹄子跑两步的。你们猎人能不能给短手小战士一条活路了？开黑军饷，这位玩家的吐槽肯定不是因为付不起这月卡，而是这让曾经在他心中最美好的经典掺杂了杂质，怎么看都像是打着怀旧再收割一波利益。